5月26日，陈乔恩老公在社交平台晒出一段和老婆出游的画面，并配文阿里山的水姑娘。随后陈乔恩本人转发动态，并写道，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啊，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，夫妻俩甜蜜互动令人羡慕不已。画面中陈乔恩戴着口罩，穿着白色 T 恤搭配衣帽衫，她对着老公的镜头甜称自己是阿里山的水姑娘。虽然说这句话的时候陈乔恩全程都被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，但是她眼角的幸福笑意却让人无法忽视。艾伦在听到老婆的这句自夸言语后更是宠溺打趣对方搞笑。不得不说，自从结婚后，陈乔恩与艾伦也是经常大秀恩爱。这次出游，陈乔恩和艾伦准备坐火车出行，不知道是不是太过兴奋，哪怕是阴雨天气，陈乔恩仍开心到飞起。他在艾伦的镜头下不停蹦跶，完全不像是43岁的样子。夫妻二人浓情蜜意，让人羡慕不已。最后也祝两人永远幸福，也期待两人早日迎来自己的宝宝。